说我不爱你，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？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，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。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？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？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，还有什么流进的一滴？喂，大家好。你们用舒肤佳吗？我用的是舒肤佳的洗手液，面膜敷的是美肌的面膜，就是大概就是7-8块钱，七八块钱一张吧，成盒成盒的买，7-8块钱一张的美肌面膜啊，看一看今天这个面膜的效果是怎么样的。我已经敷面膜了，然后咱们看一看啊，今天的脸有多白啊。这个朋友呢，他不是人民币玩家啊，他就是知道我开卡特别好，然后用了他辛苦攒的1000金币让我给他开个卡包啊，所以待会儿我就帮他开啊。羽泉还唱过这歌呢，不好听，唱没有好听。我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。然后他号正好是1000金币的，所以我本来想开完卡包用他的号打个竞技场，这样的话就难说了。这得买多少次啊？一包一包买吗？这个先生啊，他叫睡不醒先生，那我就帮你买了啊。待会儿用我的号打进一场吧，他说要开10包卡的。好啊，你怎么开？你也是金币开呀、啊？我帮你开，没有了，买了10包了。这么不和谐的一个 ID 啊！那个 QQ 他叫那个先生呢，120人民币。阳光堂主，你的卡不全吗？好了，那我关音乐，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开卡包了啊！不等宣传了啊！我今天就是说答应他了，本来是昨天帮他开的，昨天播三国杀了，因为这个礼拜欠了一次三国杀没播，所以就是昨天播三国杀了啊！咱们现在开卡包了，来，你们见证我啊，看看我10包1成这是不是吹的啊？开开了啊，把音效打开，10包1成好不好？一张成卡很正常啦。对不对？哎，那个先生你在不在？先生你搞这边打个字啊。小学生 TMD 啊，好。转圈开包法，怎么叫转圈开包法？我开始开了啊，我鼠标开包。哎，绿色的卡背，哎，什么时候出绿色卡背了？这个卡背是什么情况？
哎，我这个礼拜没玩炉石，什么神庙？黑暗神庙啊，五月赛季上传说就给这个颜色的卡背啊。啊啊，五月赛季就是给你的卡，就是你不用上传说就给你一张这个卡是吧？啊啊啊啊，好好好。来，开始开第二包。这绿色看不太习惯啊，这绿色会不会影响我开卡包啊？炉石开卡包的这个效果太好看了啊！不，这绿色看的好陌生啊！我已经开第几张？第五张食尸鬼了，是不是？毁灭之锤。是要我说咱换一个吧，开几包了？开五包了，开一包，剩五包的时候再换。彩虹，这绿色卡背看起来怪怪的，换一个正常的来。嗯，卡背，默认的。其实你们不觉得默认的这个卡背很漂亮吗？好，现在开始开老板的卡包啊。哦，这个。哎，吓死我了，我也是金色传说呢。一张金卡，一张紫卡啊。转圈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他们问我要房间号啊。来。完了，我要打脸了，我要打脸了，我要打脸了。我逃了，我逃跑了啊，我跑路了。我要打脸了。卡背不好，影响我开卡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绿色的太扎眼了，应该刚开始就换，影响我开成卡呀。好，出来了啊，火车王还行，看换正常卡背跟开出火车王啊。最后一包，来张金城吧，来一张。OK， 完成任务啊，金卡也开到了，橙卡也开到了，紫卡也开到了啊。好。那个下次咱们换正常卡背啊，这个绿色的比较那什么，这绿色的太眨眼，要不然前五包也能开出橙卡来啊。怎么样，火车王你满意不？我看看你有没有火车王。嗯，看中立。看一下火车王。没有，火车王是新的是吧？哦，手残分解了啊！好的，那今天任务完成了啊。那个这个十包一层卡啊，没有删脸，没有打脸。虽然说你的这个绿莹莹的这个卡被影响我啊，这颜色怎么像苍蝇似的？我不喜欢，不好看。其实真的，原来老版的这个卡被最漂亮，最有炉石的感觉吧。新出的这些卡被金色的装饰都有点太多了啊。好的，不要客气，那我下号上我自己号，大家等我一分钟，我上自己号啊。我自己号密码多少来着？周五啊，下个礼拜五啊，行，没问题，找我开卡随时都可以开啊，我可以开单开一个直播，十分钟给你开完卡，然后就关直播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火炉旁找个地方随便坐。因为我六月份没上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。我要赶紧把这卡背换了。这卡背太吓人了。哎呦，我要从二十级开始打了，不开心。来，咱们把卡背换了啊。就这个，这挺好看，就这个。好。不苍蝇绿，不是苍蝇绿啊。那个新来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刚刚我开卡十包一成火车王啊，这个保持十包一成的记录，遥遥领先啊。来，咱们开始打竞技场。我看我什么任务啊？这什么任务？圣骑士、牧师、萨满或者是法师，对敌人伤100点伤害。竞技场走起。
萨满呗。但是萨满这就两场，其实最好有个圣骑士什么的啊，打个五圣，顺便把任务给做掉。来，我们选卡吧。明天啊，好，明天晚上，明天周二啊，明天我看我几点回来吧。我要是8点左右能回来，明天帮你开。14包，14包要开几成算完成任务呢？这个赛季有天梯奖励吗？其实如果说没有什么天梯奖励的话，冲不冲天梯都无所谓啊，还是打竞技场好玩一些啊，对不对？这选啥呀？选他。哎，我曾经在竞技场当中被人萨满的一个那个沉魔刷到死，就是伊菲他扔个沉魔，死活我也干不掉他，我是个牧师，差点被他刷到死，最后翻盘了，因为我全是大嘲讽。咱们拿熊猫吧。这个月传说给彩虹卡背呗。闪电剑，拿一个闪电剑吧。哎呀，大法师和大熊我都想拿。哎，拿贴吧熊，以后再拿老大哥。这太傻了，这冰霜阵击真是弱爆了。哎，拿冰霜元素。过牌的。大家都说我爱烧绳子啊，其实烧绳子这个真的不是我爱，是我这个深思熟虑想的特别多，想完了之后还是很坑啊。这个烧绳子这个是意外，咱们现在拿，大家打数字吧，好不好？有延迟，我等你们一会儿，你们打数字。我拿大地震机，拿沉默，拿个沉默。耶，贴吧熊又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现在打的是哪一抓？不会让我们拿那头人战士吧？你们打二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亲们，打二什么意思？咱们拿双镀金。来拿一个大哥。其实贴吧熊挺好。这有让我拿牛头战士的啊！不要坑我啊！哎呦，神卡啊！熔岩爆裂这张神卡，拿它做一个过载狂魔。四费没人，阿曼尼，两个宝宝，拿一个阿曼尼吧，拿大熊猫啊，拿个阿曼尼前期战场吧。没听你们的啊，我拿阿曼尼了，我怕前期这个卡手，咱们拿它补个四费，插闪了，无脑拿插闪了啊。看一看火蛇图腾带不带一个，拿火蛇，拿必备火蛇图腾啊，得带一个。Vegas 这一个礼拜没有见到 Vegas 每次看到这个熔火恶犬的时候就会说拿狗啊，每次都会说这句话啊。咱们再拿一个火蛇，完了，我觉得我要缺大哥了。狼人很好吧，食人魔很好吧，狼骑兵也很好啊，咱们拿个狼骑兵解个场。哎，从从这边是没有开摄像头的啊。阳光堂主，你居然让我拿狗，你要接 Vegas 的班吗？一个插闪啊，一个闪电剑啊，拿狼人，拿四费吧，拿个四费的。哇，三个逗逼怎么办啊？这三都逗逼怎么办啊？哼哼哼哼，来，逗逼三选一。大家打字啊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一二三打字，拿哪个？开完了，开了个火车王。
不拿二浑身难受，这么多。哎呀，怎么还有人让我拿三啊？这个岩浆暴怒者碰上法师你就完了。好，这个我拿一，我拿二了啊，拿这个神经质步兵。还有让我拿四的，四是什么？四是一个火爸爸吗？你给我张四，我们拿个瓜。我怎么觉得二长得不算太帅呢？嗯，有得选啊，拿加工的，拿冰霜，或者拿叉闪，叉闪过载有点高。来 ，AOE 拿一发。哇，眼镜蛇！我这个曲线有点问题啊，一飞这么多。拿一个眼镜蛇吧。来，拿个古斯。其实我想拿眼镜蛇，你们别坑我。大地震机已经有一个了，咱们拿一个丛林猎豹吧，拿个豹子怎么样？因为没有，一共也没有给我几个大哥呀，大哥很少啊。现在多少抓了？还剩十张卡哈。咱们先得把前期能站住场，后期再说大哥的事儿啊，对不对？拿四费的，鱼人来了，我最喜欢的鱼人来了。来拿冲锋吧，曲线牛逼啊，好牛逼的曲线！一费的法术牌一共是四张一费法术牌。拿个黑铁吧，全都是各种，我有两个火蛇图腾。哎呦，风头来了，风头大哥，快秒抓风头啊！还有五抓。沉魔来了，我不拿沉魔，被法师点了就完了。咱们拿大地之环吧。张国荣，谁起名字叫张国荣啊？来拿个大地。两个选择啊，拿青蛙或者是拿石化武器。我们没有火爸爸，一个火爸爸都没有。拿个青蛙来。植物发明家咯，我一二三四费的曲线好逗好逗。哎，完了，我要滚醋了。虫虫觉得这个萨满竞技场，我萨满的任务是两胜，咱们两胜就完成任务啊。今天上线主要为清任务啊。来日怒大哥离我而去，大哥我没拿他。当年你不拿大哥，以后你就再拿不到大哥了。小鸡是吉祥物。来，就暗灵治愈者吧，就这个吧。好，拿一个稍大一点的啊。哇，最后一抓好好啊，拿哪个呀？都想拿呀，三个都给我吧。其实我有大哥的，我大哥，我有一冰霜颜色，有风头，有双狼，行。我打 rush 啊，我打 rush 我拿什么？我拿野性狼魂啊。咱们有两个叉闪，还要拿闪电风暴啊，没有宝宝。来，拿 AOE， 这边切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虫虫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这三个任务做完任何两个都可以啊，所以最后一个肯定是能做成的，打一百点伤害。然后法师呢，法师萨满胜利，因为竞技场只有萨满，我就选了萨满。OK， 开始，现在开始下注啊！如果你猜中了的话，我会娶你的。猜中了我会娶你的，现在开始下注啊！你们预估我的萨满是几几，现在可以打了。比如说你要预估我是二三，你就打二三啊。如果你要预估其他的，你就打其他的啊。
真的真的真的，这个管理员就是我娶的，她是我老婆，上次这个她打赌输了我就把她娶了，你问她，她可幸福了，我每天都让她很 happy。 开始。